过去一般民众若是讲要来看戏剧个表演，也是讲看剧团哦，拢会去到文化中心等等个艺文场所。台南市政府推出了艺如春风行透透个活动，将舞台车直接开往咱台南个各地区演出。礼拜日刚都来甲关庙山西宫庙埕举办，吸引真侪民众来观赏。为了要落实艺术文化平权，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出各项艺文活动。今年是头一届推出艺如春风走透透的活动，邀请国内有名的表演团队来到台南各区来演出。目前这一天是来到关庙的三世宫庙埕扮演，大人囡仔是看家笑嗨嗨。所以我想把艺术相当去落实文化平权，是市政府一直在推动的一个理念。那我想市政府这几年来其实非常努力，在各个区域其实做了非常多的民众有感的一个市政建设，那我们希望借由艺术去做一个介质，然后顺便把市政建设介绍给民众知道。而市长也希望说借由这样一个轻松的方式，大家可以很轻易的去理解市政的建设，也希望民众能够一起为市政的建设大家一起来努力，希望台南可以未来越好。为囡仔面上的笑容，给咱发现戏剧表演唔啊精彩个趣味。举办这个活动，除了将艺术带入去社区，更加让小朋友用轻松趣味的方式了解到艺文，也会当遮尔啊多元化。当时在场庙真侪民众是欢乐讲，市政府甲这种活动带来社区举办，实在是有够赞。嗯，我觉得这个对在地民众有非常大的帮助，因为我们毕竟是比较偏远一点，要有这种艺术的这种表演来到本地的话是很难的，而且对小孩子的帮助也很大。哦，非常好啊，因为我们这比较偏远的地方，其实要看这种艺术表演可能要到市区，啊，现在到我们乡区来办，我们就很多人都可以看得到。你们觉得今天表演怎么样？很棒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啊，喜欢哪一个地方？哪一个情况最喜欢？都喜欢。这个活动将到这个月29号，每月假日会到台南各行政区来演出。对此有兴趣的民众，会当上网络查询，邀请市民做伙行出户外，欣赏不同的艺术表演，让咱的生活更加丰富。记者李新武，关庙区采访报道。